诺亏健康改变生命的轨迹，来京东搜索诺亏健康，节目周边福利等你来领。肠胃做做操，常喝胃动力。本节目由君瑶胃动力赞助播出。专业运动耳机就选韶音，本节目由韶音运动耳机指定赞助播出。夕阳下的欢声笑语，哎，就是我，掌声！草坪上的家族团建，有过失败，也有过放弃，放弃吧，我被说服了。但老天爱笨小孩。苏爱格居然抢先拿到了这个机会，居然踢进了。我们分贝家族的分贝数量一共有，分贝家族赢得第一个分贝舞台。首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北京最大的绿肺温榆河公园。耶！呜！今天继续来争夺我们的分贝啊！今天的游戏名字叫做音乐不 NG。现场共设置五个游戏关卡，五位嘉宾需要通过接力的形式，在100秒内完成对应关卡的障碍挑战。中间任意关卡挑战失败，则需从第一关卡再次开始。通关则赢得10枚分贝，共5次机会；没有通关则获得5枚分贝。注定我们今天就是最多就是终极的，是吗？没有，还有其他的游戏可以换啊？还有别的是吧？啊，那这样就我们放弃，先拿5个。那你看，先上，不能这样，拿5个好不好？让这个想法是我们都同意的。其实为了给你们节目组保素材，我们才录的。再说，我来分配一下吧。咱们可以先组一个顺序，咱们之后不行再换。你肯定是那个不行了，那肯定了。你这个没问题吧？仰卧起坐他不用脚啊。哎，第二个关卡啊，三位弟弟，我觉得这个歌大家都会唱，嘉宾都会唱吗？对，我觉得谁就是相对来说，哎，体力好一些啊。那我来吧。你看看，男友力就是你，好吧？哎呦，太 man 了。我自己报名关卡舞。哎呦，这很难的，好吧？那这样吧，这很难的。我就第四关了，那我第一关。因为我觉得位置比较适合你，是吗？前面四个人都过了，还有压力。我觉得5次机会可能不太够啊。不是，我是觉得你到不了我这里。你往后踩一点，往后踩，往后踩一点，然后蹬大力一点，蹬大力，蹬大力一点，蹬大力一点。Oh no！道具坏了。录制结束，干得漂亮！你干了什么？因为道具损坏，所以我们进行调整。第四关的跷跷板改为从第二关的分贝家族的成员扔到第四关的背篓里面去。准备好了之后，喊响你们的分贝家族的口号，咱们就可以开始了。3、2、1，分贝家族谁都不如我们棒。计时开始，我最爱喝可乐了。可乐真好喝。我最喜欢唱跳了，唱歌。我放下所有怀疑，起那么高呢，来成全你的爱情。好努力，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天生一副好嗓子，哇，厉害！哎，我最擅长 wink 了。It's pretty, 回答回答，是你在喂喂喂吧，送你的 radar radar， 感应我的方向吧。It's pretty， 回复加快 ，Answer me tonight。怎么了？这首歌每一句后面都有一个 wink 的表情。你这个你也没什么说，你只是给一个表情啊。来吧，你这个有意思吗？哦，老师，我要换位置。老师，我也要换位置。那你们两个先。来吧，我替小鱼哥，我来，我承担一下。OK， 反正到不到我了呢，我就第5个吧。好，来，3、2、1，我最爱喝可乐了。
哇，还挺大一杯的。可乐真好喝，我最喜欢唱跳了。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天生一副好嗓子。数量没有到十，苏萱老师。十个。要不然再喝一口。加油。我要求换位置。对啊，我来。不行，这一杯下去我直接整个肚子都已经崩。怪不得只有五次机会，每人喝一杯就没了。永远到不到我这儿了。对，主要到你那儿还不一定扔得进去。准备好了吗？我最爱喝可乐了。可乐真好喝。我最喜欢唱跳了。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不想来就别来了，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天生一副好嗓子，大挑战，我最擅长 wink 了。wink，wink，Miss Brady， 回答回答，送你，那是你的喂喂喂嘛，送你的 Rita Rita， 跟引我的方向吧 ，Miss Brady 留言的 ，Please tell me tonight， 你有没有爱上我啊？残疾人过来，一定要接住啊！让我忘记。哇！快说，快说，快说！恭喜发财！快！到你了，到你了，到你了！我就喜欢玩。我们不想再喝可乐了。超鞋了，超鞋了，超鞋了。那这个东西我做不来，太耽误时间。我来吧，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我要挑战了，我最爱喝可乐了。快拿出你平时那个气势！哇！新哥干了，可乐真好喝。我最爱唱跳了。我放下所有回忆，我厉害，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够了，这是命运。这是玩的，天生一副好嗓子，厉害，让这个太给力了。Miss Brady， 回答，是你在喂吗？送你的 Rita， 跟引我的方向吧。Miss Brady， 留言等等 ，Please tell me tonight， 你有没有爱上我啊？财公公来，来了。哇太高了，兄弟！好，醒哥还能喝得动吗？我还可以再来一杯。哎，挑战开始。我最爱喝可乐。咱们爱吗？醒哥怎么不打嗝呢？喝了真好喝。我最喜欢唱跳了。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天生一副好嗓子，我最擅长 wink 了。Miss Brady， 回答，是你在喂吗？送你的 Rita， 感应我的方向吧。Miss Brady， 恢复加快。I'm sorry。真的，你有没有爱上我？财源滚滚来。哎呀，没进去，他弹出来了。你看看，其实进去了，其实进去啊，渴了吧？做这么多仰卧起坐，一定渴了。渴了，进去了。我再丢一次，咱们快试一下。哎，等一下，从前面来。各位老师，我们还剩最后一次，我们绝杀他。最后一次，我们喊次口号吧。好吗？好吗？
来嘛，分贝家族，谁都不如我们爸。刚才玩的那个状况就不应该加我们爸了，真的就是谁都不如。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准备好。乔治，我最爱喝可乐。哦，好大一杯，真的，我理解你刚感受的。嗯，我最好喝，我最爱唱跳了。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讲话，讲话，我最擅长。我天生一把好嗓子。乐乐 ，Miss Pretty 回答回答。你不用每次啊瑞达瑞达感应我的方向吧 Miss Pretty 恢复加快 Answer me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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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有没有爱上我啊维克财源滚滚来有风啊有风啊等一下真是有我们有一百秒等一下时间还够时间还够等风停等风停哇我们现在多少秒可以风停能不能停一下闭嘴多少了多少了七十五了是吧会会会你也看过这种实力，恭喜发财！我就喜欢玩儿。我们可以谈一下条件了。如果我们要多增加一次的挑战机会，就拿一个分贝跟我们换。如果我们拿一个分贝给你换，我们成功了，你还我们五个。成功了将会获得十个，不是五个。行吧，我先试一次吧。哦、试一下吧。那投个币呗。对，投个币，玩一次多一次机会的感觉。对呀、啊，就是玩吧。我来吧。不是重点是这个可乐。提醒自己别投币。交给我。算了，第五环交给我，放心。十个分贝。好了，挑战我最爱喝可乐了。我要唱好，我最喜欢唱跳了。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哇，你好厉害！天生一把好嗓子。我最擅长 wink 了。你必定回答回答。是你的微微吗？兄弟们，回答回答。感应我的方向吧。哦，还有一句。你必定回答回答。Miss tonight, ask me, answer me tonight. Tonight's the tonight.你有没有爱上我？你慢点，财源滚滚来，慢点，不着急。已经进去了，道具问题，这个框有问题，你知道吗？我先告诉你们，这个框里面有个摄像头，阻挡了我的发挥。最起码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啊！这个就这个太难了，不信你来试一下。如果你过了，给你十个币。来，如果不会，给我一个。来，你们导演组拿两个人来试一下。我就要哥哥试。没反应，来，你试一下，真的，我接住了，你给我十个，对你，我给你，你一次机会换一个分贝给我。是你们所有人商量的，还是你自己？我们所有人商量的。对，我也没十个币，对不对，哥？张远，你说呢？那当然了，对吧？对，那我们要先试一下。那这样，我还试，你们都试多少次了？啊、快点，我要试这个啊！不不不，不用试，你看，哎，你看哥，太好了。万一你接住了。也可以考虑换个嘉宾。其实我们还是，来来来，哎，这个姿势，他来吧你。哎，我说实话。我知道怎么玩了，先讨论那十个的事。对不起哥，小鱼的言论仅代表他个人。啊，我刚刚其实根本没说话，对，我不同意的。哎，是的，和我跟苏海哥和让让和张远的态度无关，好不好？也祝这个小鱼以后事业顺利啊，在演艺圈大红大紫，好吧？刚才来了一阵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后面还有好几期，导演，我们四个就准备临时开始组一个组合了。我还是回道具组吧。我觉得我们现在越来越亏了。对，他就是一直在炸我们的那个。好多呀！放弃还能拿五个。放弃吧，之后还有别的游戏。我被说服了。如果放弃，就兑现刚刚的诺言，交出十个。
个分队。为什么？不是，是不是又亏了？哥，你再不放弃，我这个团队都要放弃我了，你知道吧？如果你们继续坚持，我就不扣你的币。分贝如果扣完了，你们是不是得从劳务费里扣啊？又得给一个是吧？小邓，我再按个可乐了。哎，喝挺快的。快快快，到你了，到你了。好了，正好。我最爱唱跳了。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运。够了够了够了，来，行，我最擅长 wink 了，哈哈。Miss Pretty 回答回答，是你的微微微嘛，送你的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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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 所感应我的是方向吧。Miss Pretty 给六月加款 SRM Tonight Tonight， 你有没有爱上我？啊，对吧？陈宇坤过来。我就喜欢玩，你当然喜欢玩了，快！醒哥，不着急。哎，就是玩。吓死我了！恭喜各位挑战成功，我们一共花了52秒，所以你们获得10个分贝币。哦、小鱼拿币，快快快，快快快！10个，对，10个不能让你装，不能让你装币。你装太危险了。对。这一轮的游戏非常的简单，它的名字叫做旋律三角帽游戏。分贝家族戴上三角帽，橡皮转10圈。四人在指定位置射进3个球，获得胜利，奖励10个分贝。Bird， yeah， I need some help。哎，这是你专长啊，来吧，结果来吧，跟我单挑一下。专长是最后那射门那下，前面我不专长。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了 ，Ready。哇！所以于根影响采取的战术是几圈几圈？我第7圈了，所以我准备第二轮再发力。好，好，我真晕，明显能感觉出来艾伦的步伐已经比较老迈了。我步伐老迈跟我转圈没关系，好，本来就老迈。这个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年纪了就不要犹豫了，往前走就好了。斯外格怎么像个盗贼？你脖子好长啊，年轻人正在想在抢你的机会。苏爱格居然抢先拿到了这个机会。他踢进了没有？他踢进了，他居然踢进了。好，除了赵让之外，苏醒老师继续找赵让，摘下了帽子，所以回到原点转10圈。好，艾伦苏，现在你先站定位置来，你觉得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应该往哪边走？朝向我的兄弟啊！对呀、啊，我在哪儿，那个球就在哪个地方对应的呢？你在哪儿？对啊，在你这儿不对吧？对啊，哦，对，你看，哎，这不就是聪明吗？是不是？需要微调吗？什么？你怎么知道再往右边一点点？好，赵让再给你抢机会。完了，赵让。往前。赵让再抢，赵让接近了，哎呀。哎，他为什么踢这么准啊？于耕耘只转了7圈，不够，请回到原点。我觉得这个球太近了，难度太低，球应该放远点。是吗？那就这样，赵让，帮醒哥把球放远一点，他想挑战。10圈了，3圈。哦，这个真的好，好，远了一点，真的选一点点。
6、7、8、9、10。好，艾伦斯就在你的背后，有一个点球。完了，尤克里万在往前冲了，他都往前冲了。这个来了，你带着我，你带着我。这个时候是想看尤克里想进球，还是想就是混得久一点？不是。小鱼啊，哎，球还有没有以后有没有发片的计划呀？哥，来，我给你找球，在哪里？你直接把自己头当球，不是？球在哪呢？哥，别闹，我在不在这儿你就。看到了吧？看到了。我看，门在我正前方吗？对。哎呀！擦肩而过。哎呀！没进过。请思政老师回到原点，于增莹也要回到原点。弟哥，我暂时没有发片的机会了。你加油，你把球踢进去，好不好？解救他们。3、4、5、6、7、8、9、10。你们两句话。哎，那边。我来。挺哥又开始思考人生了。然后小鱼啊，你这干嘛一直拿着冲击波呢？我怕碰到那个铁框，让你找球不让你找门啊！这个逻辑还可以。擦球而过。你最后来个帅的，来个冲刺。有点太准了，有点太准了。冲刺直接一脚把它踢进去，往后。OK， 四步，踢。还没踢进吗？踢空了的。这样吧，你先站定，站起来。正中间是吧？记住了，左右左踢。左右左，对吧？对，直踢。进了吗？踢进了。挑战成功，获得10个分的力。可以。哇，我们满了。够了，不玩了。够了，不玩了，我们不玩了。不玩了，够了，做啥也不玩了。我们对于演唱会的规格就已经满足了，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分贝家族的分贝数量一共有42枚，恭喜各位。所以呢，你们获得了我们的豪华舞台，我们的豪华舞台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哇，看来高费还是可以的。诺辉健康，努力拿下一道杠，梦想才无忧。哎，这不是我们昨天那个天幕吗？所以今天我们还要自己做饭啊，是吧？现场彩排，先采于增莹的歌曲，来，音频老师给我们的艺人戴耳返。因为我们不限制你到底是从完全在台上上还是从台上下来，对。但是唯独就是你可能不能离开他们也太近，你要跟他们有击掌那种吗？就很随意的，我就很 freestyle 的。也行，也可以。对，因为如果在台上唱，我觉得反而我们不能把它当一个很正式的舞台。对，我们也是希望你可以，比如说唱一半有走一下，有调度这种。对，我先随便来吧。但你开始一定要在舞台上。本来对爱情就不太懂，告白的方式有多少种？好吧，好吧，是否没有？说真的，我该怎么形容？你太明显的我像观众。的人声可以大一点吗？耳返里面的。你淡色的眉头，配上你的口红，我的高跟全都挡在外面空。千疮百孔，好久从记忆有多久？可以 ，OK。下一个彩排照让。小小尖奏的时候走开，好，然后站起来走到B 段的时候就直接在台上。好，对。充满了，变装不在意，不要总故意把所有委屈踩在这里。Oh my baby， 别再哭泣。
Oh my baby。声音上有什么问题吗？还可以，我耳机里听着还行。行，好，那就这样。来拿一下帅哥的耳返的主持。怎么办？啊！今天要陪我一句口播。你唱哪个？我的歌你又不唱？我知道，我有道有个弹舌歌，你不唱那个，那瞬间期待值就低了。不弹，弹什么舌？那歌多好玩啊！歌歌别的骗我。你看，我第一句就开始了。这怎么合啊？然后我是觉得，如果你觉得前面那一段又慢，然后又长又尴尬了。从后面走嘛，你在这个草丛躲一下，那个草丛躲一下。要躲吗？因为你不是你就可以玩嘛。OK OK， 我自己发挥吧就。好吧。来给苏欣老师带一下耳返。要用耳返吗？这个地返不行吗？我没有地返。啊？没有地返都是地。刚那个不是地返。刚那是灯。这是从外边。但是我在后面听到的啊，是那个啊，冲着外面的哈、啊。那个咱们换一首歌吧，换成 Dream 好吗？就是前面弟弟的那个。就是比较那个可爱温馨的 R&B 的轻快的，换成节奏的那首，有 rap 的那首，对。好的，那我们准备一下。好。好的，接下来我们准备好了。好了，我们可以随时开始啊。哎，能坐绝不站着。That was my dream.Come on. That was my dream. I used to have a dream. 好，准备好了吗？有生之年的伴奏。有生之年。愿将世界烦恼从此都与你无关，遇到的事全部都得你心欢，一起一半。给我也一个椅子，给他一个椅子，我们就坐在这儿。对，就坐这儿吧。来，等张老师，词儿都忘了，从头到底。我这个从来没有跟他唱过现场 ，never。感谢苏真的，献给了我们。哎，这真的写这个是哪年？2019年写的吧？忘了。我当时这个写完之后，远哥才去的创造营。哦，是去。本来想跟他捆绑营销一下。这首歌我就是写给我们兄弟的，结果他选择了，结果他创造营了，然后就不太理我了。那我有那么多弟弟，我理你干嘛？歌词我好像不是那么记得。本节目由诺辉健康首席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君瑶胃动力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官方指定耳机韶音运动耳机。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作为分贝再出逃的公益支持单位，引起了广大年轻朋友们对公益事业的关注和热情讨论，形成了职工公益和年轻人如同分贝般快乐的沟通桥梁。也欢迎广大年轻朋友们进一步关注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期待更多年轻人参与职工公益事业。上微博参与分贝再出逃话题讨论，聊聊你的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